拿你右手边的那个帽子。我的高骷髅嘞？哎，等一下。啊？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的高骷髅怎么不见了？我没拿。我拿了。这是吧？先拿这个吗？拿这个公子哦，然后嘞，哇，开飞机，你按一下那个什么？等一下，你按一下，哇，你先开。我先看一下，涂成英文谁看得懂？我先看你，因为我看不到你在干嘛。给我。我要准备那个。等一下，给我。我靠！为什么？我是我瞧一下位置。女的，我觉得一个好，哎，好痛啊！自己调整，调松。等一下，头发。它的远距离是正常的吗？远距啊。对啊。就是啊，最大啊。没事，我的头发。嗯，好了，怎么那么近？近哦，很近哦。对呀、啊，来，太近了吧？先开一下，你看右手边，这个有一个 APU 最右边红色的，红色最右边，红色上面红色的，这个下面一点，这个 APU 对，靠近 APU， 打开，没有按下去，打不开。没有，你要压那个按钮。按了。按。打开。然后玩。打开。哦，他要点这个、哦。嗯。打开。对，他要开启电源。那个手好好笑。电源。然后打开引擎。右边红色右边刚刚那里。这里，这边，后面那里，爬右边，右边呢？对吧？不是，刚刚红色对，打开，引擎，右引擎，打开，打开啊，对呀，另外一个对，对，打开引擎，打开引擎，你傻哎、欸。开了啊，然后把红色的盖子盖起来。不是不是，哪里？左边引擎的引擎盖的左右边。盖子哪一个盖子？这个。引擎那个是 APU。这个。引擎的盖子盖起来。另外一个也盖起来。APU 关掉 ，APU 就是不是？哎对，关掉。盖子盖起来，对。
然后看右边，不是看你的正前方。HUD 有没有看到 HUD？ H 在哪边？右上角。右上角。HUD。HUD。最上面的右边。这个。对，抬头显示器打开。然后第二个。这个。打开。然后往下看，左手边有一个圆圈，最左边有个圆圈，那个最左边圆圈，最左边的上面，最左边的上，左哦，这里这个啦，这个左上，对，按下去，你不会讲前面，然后显示警告第三格，按下去。雷达警告，右看右边，一样圈圈打开，信息，信息就好。好，看左边，这个方向吗？往下看，这边在下面一点，对，在下面一点，这边哦，还是这里？右下，右边，左边的左下，左边的左下。左边的左下，看下面一点，旁边有没有看到？没有，这里对，这个那个全部打开，全部打开，对，内部灯、航行灯、频闪灯，你要开战斗机，仪表灯，还有一个着陆灯，哎，着陆灯开了，开了，都开了 ，OK， 好，这个安全带挡到我都看不到字，好，然后。等一下，我看。然后嘞？看左边。左边。那个警力放到最下面 ，FLAPS。哪里 ？FL 有一个012，有没有看到？012。最左边。最左边有个，最左边的上面。你指给，帮我。FLAPS。FLAP 什么？干嘛？好，这个不是 FLAPS， 往上看，那个娃娃的下面而已。哦，这个往搬到第二，最后警翼，你看你的后面，飞机的后面，哪里？好，转过来。哇！飞机，对，你要开飞机，转过来。我知道。你那个我都听不到你在讲话。好。你看。看啊。那个。舱门，你打开那个。哦。麦克风。麦克风在哪 ？MIC。MIC。MIC。最右边最下面，这个，对，按下去，按下去，打开 ，on， 对，好，好好笑，开飞机没开过飞机，后退一点，雷达在哪 ？RADAR，RADAR 哪里？那么多英文字，圆圈的中间旁左边一点，对 ，on， 雷达打开 ，on， 嗨，然后。这个要吗？这个按导航，导航，我们看到导航，导航，这边吗？对，导航按下去，导航在哪？导航中文字按下去，这边按观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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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观众啊？有，右上第二个观众，观没有观众啊？观众。我比在中间了，你的正中间。这个观众，对，就是你刚刚手比的观众。这哪是观？好。很痛哎。看。哇。再看舱门，舱门在哪里？哇塞。舱门还没关。哦，这个。哇。最右边有一个拉杆。这个。对。往下。往下。
然后你看哪里？哦，盖起来了。对，然后看上面，这个有一个方向镜，往手往上搬。哪里？往上，往上。这个。对，正中间上面。往下搬，按住，后视镜。好，来，来，握住右手，右手。这是左手。哦、左手。握住油门，油门在哪？油门，这个吗？对，压下去，你往前推，推了，放下吗？放了，不是，油门收回来，要干嘛？好，这个就是油门，哦，刹车，你的刹车，刹车在哪？这个，再往右边一点。右边踩的吗？不是，这个没有踩的。Brake lock 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对，放掉 ，off， 关 ，off， 对，好，看前面，抓摇杆，抓摇杆抓好，右手边，油门抓好。推，轻推油门，它会往前跑。哦。然后你摇杆动这个，动哪一个？这个。左右。左右。哪里左右？左右它会动，这个是刹车。刹车的。快撞到了。刹车是这个，按住是刹车。哦。刹车了，它怎么还在走？刹车。你油门还一直吹着啊，油门要收，油门要收油门，然后转，右转，右边，转右边，右边怎么转？这个摇杆，刹车，摇杆，我刹车，先刹车，刹了，哦，就下来，等一下，刹了。重点要怎么转弯？油门。往右，往右，完了，那不会转、啊。你要油门要吹啊。哦。他没转啊。我怎么一直 bug？ 他有 K bug 吗？没有 bug 的。那怎么办？转弯方向。哦，这个。对，左右，尝试左右转，对。哎，慢一点刹车，刹了，右转右转去跑到头，右转刹车，右转，你现在这，哎，右转要去哪？去跑到头啊，啊，这个要干嘛？这个是控制起飞的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为什么它一直前进？慢一点，降速，刹车，转弯。我头好晕哦。转弯，掉头，转弯，掉头的，掉头。头那边吗？对对对，跑到头，转弯。嗯？难控制哎、欸。不是很难控制，你不会控制。转弯方向，控制方向，对。我还在抓，等一下。油门用一点点就好了。嗯，用一点点就好了。刹车，那个不要放。哪个不要放？左手的油门控制杆不要放，你是油左手在控制油门。我知道，我是在抓、那个。这个就跟真的飞机一样。很难弄啊。转弯，加一点油，转弯。加油是往前吗？往前就加油，他们啊对，那、啊、我要转弯呢。转弯对，然后你看你的右手边面对跑道。我想吐哦，我好晕哦。转弯啊，再转啊。好，正对跑道。哦，这个两个都要压啦，都要压着啊，才会控制飞机的那个、啊。我就抓不到那个。
为什么起雾是正常的吗？好，油门往前全推，加到最前面，要起飞。拖拖怎么那么硬？他这个等一下一直抓着，抓着右边呢，他怎么拉起来？往上一带一点点就起来了。带一点点往上拉，往上拉，欸、你没抓 到。哇，太多了！怎么下去 ？Landing gear， 不要动，这个先放掉，先控制在中间。我头好晕，这怎么回来？先。先平行，对，平行，平飞往上一点，稍微往高一点，把你的轮胎收起来。轮胎在哪？看左边，有一个三个绿灯的、啊，这个可以放掉吗？三个绿灯的，这个对，往上，三个绿灯的往上，然后那个 flag， 起落架旁边最旁边那个弄到零、这个，弄到零，对。好，然后嘞，随便你飞，你加油门，它就加油门，它就加快。然后你尝试着左右飞飞看，控制摇杆。我头好晕哦。这是真的，看起来真的像在飞飞机，好不好？很逼真，好不好？你就飞到海。飞头好晕，等一下，重点我头好晕。你还不适应？怎么弄平？往下、啊。哦，它速度现在是多少？你看你的速度，左边上面的那个500多太快，你可以油门收一点，油门收一点，不要那么多。这样子，它就这样子多少？500多。570。时速500多，比高铁是300多，你时速500多，还是很快。对啊，你左右飞看看，左右。左右突然拉，往后拉。哦。不要掉到海里面就好了。往上拉，上升，下降，下降。你考虑我的心情，我头晕。考虑你的感受啊。对啊。等一下，妈咪在开飞机。妈咪在尝试开，这次就是开飞机的感觉。头太晕了吧？就是坐飞机的感觉啊！我转回来都转不过去。等一下，头太晕了。还要去旁边怎么去？摇杆啊！你要抓着摇杆啊！抓了啊！摇杆就是你抓着动，它才会动啊！你要抓着，有没有抓着？抓了。有。往上它就会啊滴滴滴滴一直叫，太低吗？哇，夕阳哎，是太阳。到关了。哇！飞回陆地啊！你飞回去机场降落。陆地在哪里？后面啊，在你的正后方啊。哦，往回飞啊，左转啊，左转弯啊，左转啊，他不会去。左转啊，你没有拉到摇杆啊？有啊。左转。有啊。左转。转啊。啊，再下去。嗯。哦，那是右转。右转也可以啊。它的警告是什么？太高。时速。油门，你要注意油门。哇！哦，我的头好晕。
它是变快了吧？你看速度啊，左边是速度，右边是高度啊。想看后面？可能。哇！第一次开战斗机吧？好酷哦！很酷哦。Hello。啊，你可以降落吗？降落在哪？我都不知道在哪里。往下看。快撞到嘞！哪里快撞到？前面啊。哪里？你看你的左下那个荧幕，另外一个荧幕有一个，对，有一个往下看，左下看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左下，左下，再看下面一点，这边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你一直跑来跑去，那个荧幕，荧幕，哎，快撞到嘞，没有，快撞到啊，哪有？返航，你按那个返航。哦。嗯，你给你随便体验的，还是开飞机就是这种感觉，随便控制摇杆油门。往前就是加油，然后就是减油。哦，啊，不是还有刹车？那是在陆地才可以哦。空中也可以，就是这只手的那个按下去就是会刹车。哦。啊，这个是要往那个返航的方向吗？是吗？这个要。这个呢？这个。这个线的指示，你看你的那个抬头显示器有个绿色的框框，跟着那个框框走就可以了。框框？一个倒三角形的框框，跟着那个框框，它有指示一个方向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它有三个框框，你再往，等于它要你要往在你右下，下去一点。右边一点的意思，机头往下右边一点的意思，你的右下角有一个航空母舰，右下角，有没有看到有一个船？没有。右下，这个，随便你飞啊。你控制摇杆，你尝试控制摇杆，让你我有在用啊。重点是要去哪里？你就往上拉，往左右拉，随便拉。哦。抓羊。对啊，在录吗？会不会太近？哎，在那边。哪里有返航？左边，往左边飞。左边啊，为什么他都不走？你没有用到摇杆，你没有用到。有啊。抓好。超太多就不行了，离开太多区域往上，往上搬，左右尝试着动一下，头很晕啊，你快要失速了，油门，你现在飞机是一直往天空上冲，哦，谁叫你用？谁叫你给我用的？什么啦？200多，我不是吹油门了吗？你的机头一直往天空啊！你，我又没有动你啊！
哦哦哦！往你的左后飞，你看你的荧幕左下有个荧幕，绿色往绿色的方向走。对啊，我刚刚就这样往那里啊，为什么他又不去？左啊，往左飞啊，一直往右飞。拉往上拉才会回来啊！哦，你不拉他怎么回来？你我怎么知道？头都会晕倒，快晕，超晕的。哦。往下，太空火箭降落。佳佳，你降落航空母舰，油门收掉，放油门收掉，收掉，往下，往下飞，继续往下，不要停，往下，往下，啊，油门嘞，油门收，油门收，收到哪里？你自己看那个速度，平，这样是海边嘞，往上带。航空母舰减速，锦翼放下来，对左边，这个对左边放下来，轮胎放下来 ，gear 对好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什么放啦、啊？来不及，没关系，先飞过去，这是，好笑，你看你的左边，左下边。有一个左边再看，有一个 HOO 在那个轮胎的下面 HOO 那个放下来，这个对 HOO 放下来，对好，左转左转，往上拉，准备降落航空母舰。哎呦，谁撞到我？好，对准那个船。对准。重点是我走慢一点。这样好晕。速度保持在170左右。170。你看那个荧幕。我在看呢、啊。左边一点，左转一点，对正对，往再修一点，对，往下一点，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，再下去一点，对正那个船，你要飞到那个船上面，航空母舰，对，左边一点，好，再左边一点，再左边一点，往上拉一点，你要坠机了。走好晕哦！等一下，好难控制哦。我快坠机了，加一点油，加油！啊，精精水滴，坠机了，是吗？哦，头超晕的，是怎样？在喝什么东西啊？那、啊、怎么办？坠机会怎样？坠机会怎样？有血而已，又不是真的在开，真的开飞机你就死了啦。好晕哎、欸！来，给你小飞机。只要开飞机。